北站130，江某150。我建议你买江某的，因为是十年的海参。但是你爸爸生病，因为我爸爸也是去年海参去世的，所以我可以给你点 discount， 但是不是很多，因为我们利润并不是很高，好吧？没错。你在 PayPal 对。